OK，所以我们接下去看下一个 document。那接下来的 document 是 Siddhartha Tonight。所以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 是你们最常见的。然后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 还是通常是有这个 machine Siddhartha Tonight 出现的，那是要证明将这个顾客已经还了这笔钱。就什么？你在什么地方会看到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通常就是当你去找店，或者是你去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出给你的所谓的 receipt 就是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 来的。就是通常我们会加 receipt，可是它真正在 account 里面，它的名字是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所以这个通常会出现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 的这些生意是这个 point on sale，就是你现在完成了这个交易，你现在直接还钱，那就会直接出这个 Siddhartha Tonight 给你。所以在这个Siddhartha Tonight 它的出的那个机器里面，它会记录将它已经卖了这些东西。所以它不需要有 signing 呢，它会直接出一张你的所谓的 receipt 给你。就是它会出一张 Siddhartha Tonight 给你，可是它自己在 system 里面已经有记录，将这一笔交易已经完成了。这个是 Swiss Bank 或者是 Swiss Deposit Check。这个 Swiss Bank 或者是 Swiss Deposit Check 现在会比较少用到。就是当你要去银行的 counter 存钱的时候，你就需要填这个 Swiss Bank 或者是 Swiss Deposit Check。所以你什么使用？时候会使用这个 Swiss Bank，就是当你存钱进银行的时候所以你在这个 Swiss Bank 或者是 Swiss Deposit Check，你会写你要存的 amount 是多少，然后你的 account 的持有人是谁，然后你要填你的 account number。通常每一间银行它会有不一样的 format 的 Swiss Bank，可是它所需要的资料通常是一样的。所以通常也是有两个 copy，然后它的 ASA 是由银行来收，它的 Salina 是会给它的顾客，就是你存钱的人拿 Salina，你的 ASA 是由银行那边收的。logo 是食品的汉堡。就是当你把你的钱 transfer 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食品的汉堡。所以通常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个食品的汉堡？就比如讲你去外汇公司，你要把寄钱给另外一个人，他就会出现这个 Swiss Bank 的行网，就是他需要填这个 Swiss Bank 的行网，交那个表格给 Pegawai Bank，然后他就会把这笔钱 transfer 给你想要 transfer 的人。然后过后是 Swiss Transaction for Bank and Electronic。就是通常是这个 ATM 机去除的这个 sweep。所以你在 ATM 机去做一些交易，可能你拿钱或者是你存钱的时候，它都会出这个 sweep transaction from bank electronic。然后它就是通常是 standard line delivery，就是你自己self service 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 SIP 来源，OK，这是一个 SIP 基本面概念的 training 的 example，OK，就
是你们应该时常会见到的，就是当你的交易完成了过后，这个机器它就会出这个 Street Transaction from Electronic Payment，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OK， 所以在这个Street 里面，它会有日期的 amount 和它的证据。拉的 number account 等等这些资料 ，OK。所以，通常你们的考试他不会问你讲，这个document 它会有什么东西在上面？他通常他问就也是问你，那这些 document 它的目的是为了做什么的 ？OK， 所以你们要清楚知道。这些 document 它是拿来做什么用 ？OK， 然后过后是 Urus 那个 Apastadia， 这个应该是现在的时代很流行了，就是online banking。OK， 就是网上转账之类的这些服务。OK， 所以通常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跟银行或者是跟有这些网上交易 ，OK， 所以这个就是乌日那个阿斯塔利亚，这乌日那个阿斯塔利亚可能可以是比如讲，你要把你的钱从这一个 account 转去另外一个 account。就是一个乌鲁斯那个卡斯达连的 example， 或者是你通过 internet， 你通过 online 来换钱，比如讲换你的电话费、换你的水电费之类的，都是乌鲁斯那个卡斯达连的 example。所以他这里讲。在马来西亚越来越流行了，就是那个 Atas Talian。比如讲你买你的飞机票，或者是你去上网买东西，就是比如讲你去Shopee 啊、Lazada 这些买东西，都是所谓的就是那个 Atas Talian。然后是马路曼迪。马路曼迪是通过信金行出给顾客的，就是 Pihak Bank kepada pelanggan yang account didebitkan， OK， 就是他会出这个马路曼迪跟你讲你的这个account 里面的钱被扣了， OK， 就是你们要记得account bank跟通常你们在 account 不一样，其实他们是相反的，就是你的通常当你的手上的钱加的时候，你的 donate 加的时候你是 debit 哈，bank 的话，当你的钱加的时候，就是你银行里面的钱加的时候，你都是 credit 哈的。他出马路曼 debit 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会扣你银行。所以比如讲还有这个 charge bank， 就是银行会 charge 你的话，他会出马路曼迪币跟你讲，他扣了你这一笔钱。OK， 然后接下来是马路曼 credit， OK， 马路曼 credit 跟马路曼迪币是相反的，马路曼 credit 还是跟你讲，你银行里面的钱增加了。就是我已经加了这笔钱进你的 account 里面，所以就会有这个 money market credit。OK， 然后过后是 memo。OK， 这个 memo 通常是由公司的老板或者由这个公司自己准备的。然后通常这个 memo。它是跟你的 MODA 有关系的， OK， 就比如讲当这个老板他 安排乱的时候，他就会出这个 memo， 或者是有 MODA 发案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 memo， OK，
通常是老板自己准备，然后他没有 document 手中啊，他是为了这样，他拿带两模的进来，或者是他有安慰了之类的。这啊，这个眉毛通常他也是有一分毛，而且还是稍微发的长毛。所以啊，通常这个特定的人有权利出这个眉毛，通常啊出这个眉毛都是公司的老板。OK， 然后接下来是 invoice， 这个 invoice 就是啊，当你跟其他人买一个东西是他的 credit 的时候 ，OK， 就是你出这个 invoice。啊，通常是啊，卖东西的人本抓出 invoice 给 company， 哎，跟他讲你买的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之类的这些资料，哎，然后他这里有资料，包括他的日期，然后他买的东西是什么，那是多少，他的 discount 哪个，他的 shortage 怎么样啊？哎，所以啊，通常是本抓出给 company 的，然后也是有两个 Salina。OK， 所以他的 invoice 啊是给他的 company， 的 invoice Salina 是给他的本抓。OK， 然后他出这个 invoice 目的是为了跟你讲，你欠我这一笔钱，你要还这笔钱给我。OK， 然后通常是这个。它也是有Sara and Gutan Dibaya， 其实讲它的运输费是由谁来换 ？OK， 然后过后是 Nota Debit， Nota Debit 通常是出现在invoice 出现了过后才会出现这个 debit。 OK， 所以啊，这个 nota debit 是为了说你把衣服穿的那个人吧，就是他出这个 nota debit 跟你讲要还我的 amount 增加了。 OK， 所以啊，这个 nota debit 是出现两个 salina， 是他的 asset 会给 company，萨琳娜会给他的本本卡，给他或者是他的本本卡。OK， 所以这个老大的什么时候会使用？第一个，当他的invoice 的记录遗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他需要换算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顾客迟还钱，他 charge 你这些百家利息，你的 invoice 号码记录错记录太少了，或者是你收他这些百家人上班，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顾客还没有还你container。 OK， 所以总结来讲，这个 nota debit 当它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增加你的 invoice 的 amount。 OK， 然后这个 nota credit， nota credit 就跟 nota debit 有关，这 nota credit 出现是为了告诉你将你 invoice 的 amount 减少了。 OK， 所以它也是有两个 Salina， Asa 给本本利，然后 Salina 给本座。然后什么时候出现？当这个本本利他退货的时候，可能那个货坏掉或者是牌子错了之类的，那退货的时候他就会出这个 Nota Credit， 对，为了减少你的 invoice 的 amount。 或者是当他container 过程 ，podcast 过程，给他的本本利，这个本本利还给本
要的是 OK， 或者是你的 invoice 的这个数量记录太多了 ，OK， 所以当你的 invoice 的号码太大的时候，它就会出这个 OK。哎，所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哎，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哎，我们先讲到 Nota Credit。所以最后几个document 就是从 memo 开始 ，memo invoice Nota Debit Nota Credit 是一些你们见到的 document 来的。好像楼前面的那些比如讲 Street Bank 啊之类的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今天加这里然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我 OK